这个货又给我放闲言，你等着吧，你废了。今天包着呢。嗯，你干啥呀？干啥？吃这个得了。就来点啊！干啥呀？啊，对，你吃厨师吃惯了。走我的。你还要不要点脸？那脸干啥呢？那脸能当饭吃啊？真是有道理。那我吃啥呀？我饿了。你饿了？你忘了。嗯，啥意思啊？你这你看不着不就不饿了是吧？这可不怨我，既然你愿意吃包子，那你就自己吃吧，大猪蹄子我就不给你留了。完了，慢走。看你那个没出息的样子。不用你在那跟我嘚瑟，一会就让你哭。家人们啊，我们吃的腊八蒜太好吃了，清脆解腻。平时我们可以配个包子啊、饺子啊、大鱼大肉啊，这能点的小腊八蒜，宝子们绝对错不了，小味挠挠的啊。现在有活动了吧？9.9直接给大家发满满的4大单，有喜欢吃腊八蒜或者没吃过、没尝试过的老铁，趁着现在活动还在，抓紧去囤起来吧！我把链接放到视频下方了。好戏开场了。